民生社区2.0版宜居生活地标首发新建筑一坪六字头。央北重划区新帐地代标地首发案新建筑，是2019年7月底取得土地，当时成本每坪来到140万元。团队布局野心积极，11月取得建造正式销售，预计2023年完工。央北重划区面积不大，却有7700坪广大绿地，是宜居生活圈。而新建筑不仅享有绿意生活，走到捷运14张站、小碧潭站约10分钟。而央北新建筑规划基地1267坪，建物2栋，地上15楼，地下3楼，户数有174户，格局2到3房，坪数为24、28、35、38坪，平面车位有190个，开价来到每坪58到62万元。而建筑结构拿到抗震智慧绿建筑双标章，特别的是提供20年结构保固、10年防水保固、1年社区代管服务。新建筑团队表示，央北重划区紧邻人文素质高的中央新村，纯住宅规划就是看中这里的民生社区2.0版，加上大直水岸住宅环境。它是属于稳稳的推案的那一种，它没有一个大爆量的状况，但是供应量却持续的出现。以目前的价格来说，如果央北拉到60字头的话，房价到了涨到60几万之后，会遇到一个瓶颈，接下来就要看市中心的价格有没有再拉上去，让央北才有比较大的涨幅空间。